这世界有没有传说，身为飞蛾若是不敢扑火，这宿命凭借什么闯过，洛云是母亲心中的好儿媳，你就安心地留下来成亲吧。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如果在这个世上没了那个他，是我，我只不过是想得到属于我的东西，而你是我的，我再也不想看到你。熟悉的轮廓，泪眼中斑驳，望着却无法触摸。你快点在我面前消失。你知道我觉得最荒唐的是什么吗？我曾经给自己找了无数个理由，说服我自己杀他，我做到了。我后悔了。青春虚脱，年月里蹉跎，我安慰你，我因为给你带来的痛苦而自责内疚，我甚至当时杀了自己的心都有，可已经无法回头了。这就是我，一个罪孽深重但是深爱着你的男人。可若是没有我，你会过得更好。空禅大师，我想请您帮我决定一件事情。